婚前的乖乖女，婚后的贤妻良母陈慧琳和老公的感情一向是圈中人津津乐道的佳话。8月30日，她就一身便装现身香港知名服装店。您看这满屋的西装领带，莫非陈慧琳是要为老公购置新行头？可是你怎么自己量上了？看到店家手中的图片，陈慧琳此行的目的才算是浮出水面。谁说西装店就不能定制女装了？看她在现场听店家介绍时的认真表情，面对上百种不同花色的衣料精心挑选，小编都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学设计出身的 Kelly 变身硬朗西装女是神马气场了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